来关心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跟承德路口，在昨天晚间9点多发生了救护车与小客车的车祸事故，造成了救护车驾驶还有小客车驾驶乘客3人轻伤送医治疗。而这辆救护车是民间救护车，监视器拍下它穿越马路时遭到小客车撞上，而当时它疑似抢快闯红灯，车内当下并没有搭载伤患。事故造成了小客车车头损毁，而救护车呢，则是车辆的右前侧被撞凹，3人都受到轻伤送医，好加在是没有大碍。那目前确切的肇事原因还有责任归属，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的厘清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